那接下来就看李光洁跟隋雨萌的运动影片。欢迎来到我们的运动 vlog。哇 ，OOTD！ 我发现他们这一组的装扮都有到位啊，好。交家庭作业的时候到了。虽然离开训练营已经有好几天了。对，就像没去过一样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该吃吃该喝喝。这是家庭作业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虽然离开训练营已经有好几天了，我们依然保持运动。我们准备去跑步啦。哎哎哎！干啥？跳操。这么跑？对啊。五六七走。我怎么觉得同手同脚了？刘教练太棒了！力量自救火热，摆 pose。来吧，大家一起跳起来吧！哇、哦，好默契啊，你们！今天他突袭我，我觉得我得吐回来。这都半夜十二点了，你看，这个人还在吃什么？你在吃什么？吃汉堡吗？垮掉！看这个人，我没事，我会把你吃掉的。他哪儿了？亲子时间也不放过。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正式的跳到了广场上，为了跳操也是拼了。好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台风是不是有一直保持运动？但我看他们那些素食来说，在晚上十二点钟吃，那是欺骗餐。你们误解了欺骗餐的意思了。欺骗餐是说你可以吃一些相对的比较油脂，但是你前面是要很干净才行啊。对，它才能欺骗到你正常饮食，就没有什么欺骗餐可言。接下来，该我们的了。我最期待的一组。我说这个啊，其实把它应该上面有一个那个盖子，可以开大一点，然后把衣服放下去。每回运动一回，我们的衣服都洗干净。放在衣服里面洗，半自动洗衣机，这个真是不错哎。对啊。拉哇，伸向远方，对吧？然后回来。拉完了以后呢，最难的一步就是把脚先伸上去，走。人家自带一个运动指导。哎呀，标准标准标准。但是你下不去啊。我会让我下不去。你怎么让我下不去？哦，很柔软哦，千姐。那个没做，来。啥？就是。哦，这个还上难度啊。哦。对。好。这只脚上来撑住了。你把我肋骨都跪断了。撑起来，对，你要撑起来，让我收，你收，对，哎，你别把腿踹掉，怎么了？运动广告，运动广告，太专业。就老师教了以后，回家不是做作业嘛？就今天课堂上的东西全部要做一遍嘛？再做一下，是第一期，我们是把运动带他们自己生活里面。让他们的生活当中开始有运动，运动当中有他们的生活。那我看到比较多的是这个东西慢慢呈现出来，这也是朝着我第一期想要预备给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方式，这样。